我老公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股票的小菜鸟，他居然去玩股票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被关的。我看书籍，几个赚来赔的，几个不上本，不上本，几个不开盘，前两天的，前两天你管哪个嘞？我的妈呀。喂，你先别搁这玩儿了，你这赚了赔的问话嘞。给来给给唱首歌吧，不知道没声音，你知道没有？赔这些。啥叫赔呀、啊？你就赔才能赚。为啥前几天不说你才赔了五千多吗？这咋一万多了？这两天都在降，慢慢的来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都不懂这些，你就整这干啥了呀？我咋不懂啊我？你咋懂啊？这赔一万多了还懂？你慢慢来。一万多都够我再换个苹果16 Pro Max 了。妇人之见，我给你唱首歌，一直都不想看。家人们，给我机无语了。那咋了？跑吗？我要拉棍球呢。别慌，哥。你叫我干啥？你要干啥？这咋弄的天天？你懂啥？你哥呗。你要干啥？钱嘞，我得没有了，我能不去吗？我跟你讲。你不懂这一行，你为啥非要？你过两天你给我开好车了，过两天我给你买个四五十万车送你。要啥手机？投了几万块钱，挣四十多万回来。啊？你瞅我的吧。我瞅你干啥？你确定没瞅我？不是，现在已经赔钱了。慢慢的涨啊，放着。真的？真的，你不相信我的能力吗？几万块钱挣几十万。弄好了能上千万，几万块钱挣上千万。嗯，我傻哦。你傻？你本来都不精，你傻。咱家可都能顶个天啊！你要是给我霍霍完了，我跟你讲，这家都不用再进来了。你给我出去住去。就拿几万？谢大姐，这是八万。八万不是几万？赔了一万多了，我想换手机我都没换，还给我买四五十万的车嘞。疼死你！过两天我再给你买。等着我啊，等着我。男人就会画大饼。画啥大饼啊？本来都是事实。